合作一下，掌声鼓励给我们的全场观众的大乐队，艺兴，哎，怪不得。那我们的鼓手，我就是怪不得，哎，安迪，安迪就是Queen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安排一首呢，是一首比较缓慢、比较抒情的歌。那我想来安排一首呢，是一首邓丽君小姐的歌曲。好比呢，我对你们的感觉就一样，我只在乎你。 掌声，好，谢谢。